这是你的发动机，这是运用了重庆 Cummins CF100 动力平台的发动机，看起来相似，内容却大不相同。你的发动机出现故障，问题产生了才能发现，而我的发动机实时检测，能提前监测异常、故障、保养等提前预警，随时随地用手机查看完整资料信息，并做出相应的动作。你的维保成本居高不下。 而经过我管理的维保成本结构合理、有效，避免浪费。你的发动机需要很多专业技师，而我只需要少量专业技师和云端专家团队的支持。同样是发动机，却因重庆 Cummins CF100 动力平台而天差地别。重庆 Cummins CF100 动力平台。 依托康明斯100年的技术能力经验，在发动机上安装 T-box， 通过专用智能终端将采集数据上传至云平台，平台运用云计算数据技术对大数据进行存储分析，为用户提供实时监控、评估及预警、专业高效的维保等多种服务，完善的全球服务体系、专业的数据后台分析和挖掘团队。 通过强大的发动机设计团队，通过收集的数据，对发动机进行再设计，打破时间、成本、质量之间的矛盾。重庆 Cummins CF100 动力平台通信协议灵活开放，允许 OEM 和客户参与建设，定制化的 API 平台接口开放共享。未来，重庆 Cummins CF100 动力平台将实现精准定制、携手共建。 数据防伪、开放互联、人工智能的美好蓝图。重庆康明斯，创新不竭，成就客户。